跟你怎么了，孙老师？你在做值日啊？他们刚才在玩的时候，把扫帚扔在桌子上了。下一节又是苏老师的课，苏老师喜欢干净，所以我得赶在他来之前，将这里擦好，免得冻脏他的衣服。小薇喜欢孙老师？是啊。 苏老师很温柔呢。啊，是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我给他们？他们要的，不是今天你的一包糖果，或是谁的明天一盒饼干。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这是我能做到的了。就是因为你能做的只有这些，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要做。是你自己太敏感了吧？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就算他没有父母，还是有很多的人在关心他、爱护他的。三五爷，请你收起你的怜悯和施舍。他们要的不是你特别的关注，而是其他的东西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